现在你要进入一个任务区，叫我请下一位成员。因为你是第一个起，我们想给你一段。你必须一直跟我下去，叫啥声？那就叫朱心，石头剪刀布。原来要喊输了，输了要喊赢了。相同拳头大，叫呱呱。就是我必须叫他。如果我不成功，他可以继续睡。啊！好冷呐！来，先躺，先躺。来，要刷个游戏。啥子游戏？快点，给我看。啥子？就是我们划拳，赢了喊输了，输了喊赢了，两种拳头喊呱呱。输了喊赢了喊啥子？赢了喊输了，输了喊赢了。喊啥子？输了喊赢了。你出石头，我出剪刀。我说我赢了。你就说我赢了。我说赢了。我懂了。呱呱，我输了。你要说我输了吗？你输了，你要喊赢了。对啊，我输了，我要是我赢了呢。好，懂了。输了，赢了，赢了。输了，三次了。让成员用屁股写出自己的名字，则算成功。他划出自己的名字，就他的名字。啊。木制成。起床了。哇、哦！我在拆看。要完成任务。你干嘛？啊！你要用自己的屁股写出我的名字。我的怎么写？蒙眼进入房间，通过触摸成员猜出正确成员名字。左航，是他猜出我还是我猜出他？那这就很好猜了哦。哇，人呢？这一看就是左航。起床啊！我受不了了，张琪，为什么起个床这么难呢？难啊！你怎么能睡得着的呀？快起床！我中枪都躺完了。哎呀，快！你是有什么奖励和惩罚吗？叫不起我，差不多吧。那我今天就不起。老师有代冲这一说法吗？我得带上他。你得背着。我背着你去找下一个人。好。张子宇，哎，这个还比较好说话。哇！上一个年纪承受了不该承受的重。快起了，我们玩一轮游戏。哎，你先起来吧。哎呀，他不起来啊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说来话长。我手指那个方向，你要不同的方向。哦，偏头那个。3 2 1右，3 2 1上，3 2 1左。OK， 好。3 2 1右，3 2 1下，3 2 1上。OK。OK。他把你叫醒了，他有惩罚。他没叫醒你，他有惩罚。没有。不是，我起来干嘛？要抽那个签儿，抽签叫下一个，折磨下一个。我抽一个，让你叫他，然后我们俩躺到那个人床上睡觉，可以吧，左航？不可以。抽一个。帮成员洗脸、穿袜子、穿鞋，顺利带到一楼客厅则算成功。
啊，通坤，拜拜，你去吧。我呀，不是他带着我们来的吗？就是按理说你选我，你应该去。哈哈。哎呦，新的愉快啊！起床了，我要给你洗脸、穿洗。小吕布。嗯，怎么洗脸呢？我以为我接个盆儿啊，我以为。不是我起来都没洗脸水呀，我先给他洗脸水。热水，他跳起来了。再过一会儿就要连我给你做。都没给我刷牙，又不用给你刷牙，他自己家是不是？我给你拿漱口水，你是不是忍着了？你行。大麻嗑药。哎，还这样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我带孩子了，还一只脚钻不进去。我得蹬啊！哎呀，好疼！好疼。OK。然后到客厅，然后要抽两个签儿，一个是就是今天你和谁一起出发，一个是几点出发，就是睡到几点，抽吧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陈天润，与成员合照需要露出清晰的五官。现在找个翔，脸要露出来。不要太丑了，老师，咱们个删除啊！感觉跟个智障一样。来给生活比个耶，快点！呀，还剩一张，抢个姿势。太帅了！大概行，但是没穿裤子，有点行。啊！你这都不用叫了，你看这种人太自觉了。你的右脚踏入这个门一瞬间，我就感觉到了杀气，是温暖的气息。用屁股写出我的名字，你这样写，你的名字啊，好长啊！行吧，算他成功吧，毕竟他起得这么勤这么快。完成画拳游戏石头剪刀布，有难度吗？苏新浩，我想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，叫十一点了还不起床。石头剪刀布赢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他这个离我太近了，我这大脑都没有反应时间。石头剪刀布赢了，输了。石头剪刀布输了，赢了。御寒，十分钟背完登金陵凤凰台。御寒，出来了。御寒，哎，小了，哎呀，起床了，太阳晒屁屁了。原来运气挺好的，我给你抽一抽了一条的。哎，是不是他被表他在受惩罚？我受惩罚？看在我台上疯狂也背完了。小孙，你觉得还有希望吗？感觉没希望。要不要直接接不成？不给你御寒，你要背着御寒去叫醒下一位成员。妈呀，太爽了，不用讲了。我让你全程背着御寒，御寒来完成，明白了吗？张琪，咋了？我怎么背啊？哎呀！心爽啊！糟了，这跟我是一个级别的。关灯。想约你的惩罚，到时候是背两个人。哇！老二起床。爷爷，背两个两百斤的呀。
要把我压死哎！你就公主抱着张琪去救醒他。哇，好重啊！起床！哎呀，接受惩罚！不行了！啊，皇叔！用不高于50分贝在耳边唱歌，直到把陈远唤醒。我，你把我扣起的手，起床！我是叫你的，可以。我要完成个任务。今天开始，我要去地上厕所。爸爸妈妈，你就不要小看我。宝宝巴士教我上厕所秘诀，我等不及了，我要上厕所。可以了，可以。哇，这多好叫！你看你跟个猪一样。被动成员一直走动，直到成员苏醒。对呀、啊，一直走啊。好，非常轻松的那种。别动我，别动吧。我靠！可以走一圈。好，我可以成功了。好好好。有点难受，第一个起。就是都没起，我一个人起了，但是后面抽了朱志鑫，就感觉舒服多了，感觉心情舒畅。我想给他一日光。他的任务是，他用屁股屁股写字。哇，那可开心了，我觉得我妈妈屁在睡觉，我看着他跑在旁边跳舞。就是左航这个人吧，比较固执，然后他痒痒近30分钟，他也不肯起。不是，发现他戴着眼罩，我就开始戏耍了。最后我还是给了他面子，躺了回去，就是背着他去找中队，他还抱了一个非常大的枕头，1.5米。然后牧尘就叫我起来了。后来我们决定，就是我还是先抽了之后，牧尘带着我们两个去做。但是没想到抽了就我要去做了，然后最后抽了是钟宇坤，然后要给他洗脸、穿鞋、穿袜子。我挺喜欢这种服务的，希望每天都来一段。我就只记得有人坐到我旁边，然后呢，过了一会儿。然后我就出来了。消失的记忆。这得问他。我不太想说话，对于这件事情。生活需要有一些温度。对，我当时给他拍照的时候，那个被子里面，就是你打开那个，正在往外冒烟。冒烟。还是要合理的去调配一下温度啊，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热浪来袭。就是这样，他来他是闭着眼了，他这样，你怎么在抖？火了，没有，胡编乱造，就是丝毫都没有碰到他就起来了，然后又出了签儿嘛，然后就出到了苏醒号，我徘徊了很久呢，决定以一个比较温柔的方式把他叫起来，结果他自己咕噜一下滚到地上了，没有注意到，睡在床边上。哦，对，当时我一个刚进约翰房间的时候，约翰那个眼睛，你这种，就是啊，跟秀刚才那个一模一样，就是背着他，然后呢背到我们那层楼，然后去叫张吉也是个真的顽固，张吉，就我抱着我双手都在颤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人家是头重脚轻，他是脚重头轻，我手就是这样抱着我的。很顺利，比张琪顺利100倍。我的任务是在贴他耳朵唱歌。今天开始，我要自己上厕所。就感觉一起床就有人教我怎么上厕所。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然后又眯了，然后你们开门的时候叫黄硕的时候，我就醒了。我就唱我哎呀，第二。你他妈敢做给我闭嘴！我第一。其实观众心里是清楚的，好吧？别喊球！我们吃不吃午饭的？要吃啊！要吃啊！现在才吃早饭呢，肯定要吃午饭。对啊，午饭都不吃，午饭吃了有力气干活吗？人家中午要吃午饭啊。